人呢？喂，怎么还在小呢？我可没多收你一分钱啊，但你的脸得保证。这辈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个贱女人，敢推我儿子！来人呐，把拖屋里去！哎呀妈！哎呀，不着急，等婚礼结束后就可以进洞房了。他跑不了。来，吃糖。来人，把这个小的给我调出院去。红啊，红啊！妈妈别怕，有我在。佳佳，佳佳，你头上有个钢丝把它取下来，我们把这个锁打开。慢点啊，妈妈教你，往里面塞。跑了！别让他跑了啊！别往那边跑！小姐，别跑！撒手抓他！我就在前面了，快点！站住！我哪跑了？小小，来世再来给我当女儿，拿着这个玉佩跟我相认，好吧？走，前面看看。小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妈妈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帮你。对不起，小小。小小，快跑！在那边，抓住他！跑啊！臭婊子！敢坏老子好事，今天老子就把你办了！兄弟们，上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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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小心，你醒了？你真的醒了？我说，哎，说，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是。我们的人控制了张家村，您现在江北，丹妞的子宫和膀胱都受伤了，得医治丹妞的。木叔。我把小小藏在树林里边了，你快去找，快去找，快快！你昏迷了半个月，我们找了半个月。加油！小小，小小。夫人好，待会儿我们会出去，
回来之前，各部门负责好自己的事务。你到底在哪？上去。对不起，夫人，对不起，夫人，自己去把工资领了，离开贺兰家，把他带走。夫人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夫人。大少爷，二少爷。林夕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我自己去公司就可以了。有小小的消息吗？我们找了好多同龄的女孩，但是 DNA 都匹配不上，我们会继续找的。哥，真没必要找一个素未谋面的妹妹吧？你说她回来了，贺兰家还有咱俩的。别忘了，当年是母亲把我们从北京解救出来的。谁啊？是妈妈吗？啊，那个是我。之前你洗澡呢？我等你啊，我找你事儿啊。好。爸，你找什么事儿？哎，志一啊，爸呢找人给你找了份好工作啊，把这衣服换了，晚上带你去铂金会所见大佬。哎呀，真是个土了吧唧的，别带了。我现在酒店工作挺好的。志一啊，这一个服务员能有什么出息？爸爸能害你吗？啊，听妈妈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去。这一个服务员能有什么出息？爸爸能害你吗？啊，嗯，好吧，那我去。哎，廷少，是我。哎。我这儿的话晚点给你送到铂金会所去，您只管安排好客户就行了。吕叔，您前几次带来的货不太行吧？哎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是我从小养到大的，什么话都听我的。还是个厨，明天这个价钱能不能足？上林集团的王总都挺喜欢厨的，那带过来。行，好。去铂金会所，夫人，要不要通知一声二少爷？我就是去私访的。小婷管的厂子账目不对，我怀疑她在做不干净的动作，不要通知任何人。好的。啊，快点，王总也忙急了，快点。我的天，估计也挺……啊，快点，王总也忙急了，快点。我的女儿估计也挺……爸，我这裙子是不是太……这就是你没见识了吧？我们外边做大生意的，这么穿才体面。不，那我等会儿再过去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行，你快点啊！王总都等着急了都，快点的啊！夫人。该换了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这孩子不在呀！等，干什么你？欺负唐宁算什么本事啊？阿姨别怕，有我在。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给老子过来！我都给你录下来了，有本事咱们去警察局见啊！谁怕谁啊？操！算你狠！你给老子等着，老子日后再收拾你！夫人，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儿，多亏了他。举手说。爹。干嘛呢？快点，都快着急了。阿月，阿月，你看，像不像小小？像不像小小？夫人，林立想反叛了，你换好了吗？
哎，王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啊。哎，这个是我女儿李知意，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知意，好好陪王总，王总给你找个好工作。爸，我想回家。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？爸能害你吗？哎呀，我先上个厕所，王总好好陪陪啊。跟、哎、小姑娘说话，别吓到人家。我能说。知意，爸爸有求于我，你也不想看爸爸。夫人，这耳环你好像没这个款式啊，应该是刚才那个小丫头的，她应该在某个包厢里，我们去找找看吧。好。妈妈，我不太会喝酒。没关系，我教你喝。妈妈，我要去找我爸。你走，你走。死给你啊！啊！不好意思啊，走错了。是。老子花了钱了，你不让我好好玩玩？放开！啊！放开我！你快放开我！你个小，你敢杀我啊！给你这死药！滚开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敢碰我老公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给我滚！没时间了，我要去贺兰亭的办公室，你接着找吧。好，过来，小姑娘，老婆，我们回去再说。滚开！我让你入赘我张家，你还敢在外面跟我玩小的？哼！臭不要脸的，你胆儿挺大呀，你敢抢老婆的男人？没有。大小三呢？这女的一看就挺贱的，是个妹子。那个小狐狸，你敢抢老娘的男人？没有，我你还给我狡辩！哼，你装着一个白莲花受贿人的身上，你给谁看的呢？你我林三娘最恨小三了，你愿意犯贱，我让你见个够！所有人都看到啊，扒他的衣服，扒一块布，一万块，见面有份。住手！住手！来来来！大哥。别过！我即将死着，你们一个跑不了。别过来！啥事啊？你别过！哼，你唬谁呢？我今天要死着，你们一个走不了。这铂金会所是我林三娘的地盘，你今天就算是死在这儿，你也是被捉奸羞愧自杀。这铂金会所是我贺兰家的产业，你林三娘只不过占了1%的股份，居然敢在这里狐假虎威。你谁呀？贺兰，如一，是贺兰家举你人，也没听说是个瘸子啊。你说你是贺兰夫人，你就是贺兰夫人了，你这个死残长啊，你蒙谁呢？哼，哎呦，来人！
想干什么？贱人，你敢在我面前冒充贺兰夫人，让你尝尝你的尿的骚味儿！两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对不起啊，你身上。哟，哈，哎呀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这个残障是这个小狐狸的妈呢！啊，上演母子情深的戏码了是吧？哈，哎哎啊，母女双飞了啊，刺不刺激啊？哼，扒他的衣服，扒一件，一百万，我扒，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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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住手！哎呀！啊，林少，林少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母亲！啊，你母亲？她是你母亲？哎呀，我错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我瞎了，我不认识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贺兰夫人。是否需要和林氏家主沟通？不用。通知江北六大家族，将林家彻底赶出江北城，还有所有家底全部清空。带走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！刚才谢谢你啊，你帮我等。啊，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满足你。是您救了我，我该谢谢您。以后有任何需要，随时联系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是在这上班吗？不，我叫知意。今天是我爸。阿姨，我得先走了，我爸还在找我呢。谢谢阿姨。哎，妈，没想到你回来，不然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跪下。我把会所交给你，不是让你搞灰色产业。我知道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母亲，我发誓，我这只是账，我还没有办事，我都会给他退回去。你去好好这次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就算你是个亲儿子，我也会让你去坐牢的。走。他俩为什么要搞错啊？别过！刚才那个叫知意的女孩，总感觉她好像很熟悉。母亲如果放心不下的话，不妨我们把她找出来。去做个亲子鉴定吧。都是爸爸错，都是爸爸错，我没想到王总是这样的人。爸，不是你的错，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。哎，妈，你们回来了，那我先去做菜了，你们先歇会儿。人消失了大半天，也不知道死哪去。他不是被你卖出去了？出了点意外。到时候找个人把他嫁出去，还残疾。爸妈，你们也是真够牛逼的，我这姐姐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被捡回来的吧？稍等一下，到时候不听话怎么办？哎，行了，这是你亲生的闺女，你咋这么重干嘛呀？再说了，向往还说打算饭后请咱俩看电影呢，你可没良心。嗯，娘们看吧，我不看，你们俩去。妈，我们去，不带他，爱去不去。这个玉佩明明是我从小就戴着的，可我小时候的记忆为什么一点都没有了呢？志业，睡了吗？爸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？那个爸给你找了个设计师，给你设计的礼服啊，当做下个月的生日礼物。爸爸，我现在是给你量一下啊，尺寸。我自己量好，到时候数字给你就好。一样吗？
电影院怎么还能停电呢？哎，你那票退了没有？退了，烦死了，回去打游戏去。你少打点游戏，女孩子家家。小心啊！我自己来就好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小心，你敢砸我！放开你的手！妈，你救救我！这个太疯了。你怎么这么贱？这个男人觉得要勾引你的父亲是吗？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别叫我！没想到活了十几年，你竟然背着我干这么恶心的事情，心好。知道心灵是手指。母亲，那个女孩的家乡住址找到了，我已经派人过去了。不用，我们俩一起去一趟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出事了。不疼吧？你还用哪儿？啊？嘴，嘴肯定用上了。我要你用嘴，我要你用嘴。干嘛呢，爸？妈现在正在气头上呢，你还想帮那个？不是，这心要林俊杰到哪得了我？隔音好得很，你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等妈收拾完那个，还不知道怎么。你就过来敲门了，这慌什么？我去开门，去提醒妈妈。要你有嘴！要你有嘴！我们俩安静点。啊，我们是我们是来找知意的，请问他是不是住在这儿？他不在，他不住这儿，他之前在我们家寄宿过，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个，那你们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我跟他不熟，所以也就没有留联系方式了。妈还在厕所澡没洗完呢，赶紧去。我跟他不熟，所以也就没有留联系方式了。啊，那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好啊，你还找了帮手来了是吗？啊！我要打死你！贱人！母亲，我会继续找的。报警，他们很有可能在撒谎。昨天知意穿的那双鞋就在鞋架上，而且你看他们家根本就没有掩盖的痕迹，厕所里面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知意。报警，快！好。妈！贱人！妈，外面来了好多警察。拿出去，别回来，去！有人举报你们非法拘禁，请配合调查。不是，谁举报的？我们凭什么要配合调查？我，你们有钱人官商就可以勾结了，是不是？我要举报你们！这是搜查令，请配合调查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快叫救护车！指甲被拔了，舌头也被烫烂了。
在书房搜到了监控设备，正对着受害人的房间和浴室。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他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你们凭什么管我？凭什么？我替你做主，你想他们如何？白眼狼，白眼狼！母亲，要不要顺便把定位做了？不用，刚才那个女人不是说了吗？这一是他亲生的，估计不是了吧。李小姐的伤暂时无大碍了，只是这段时间不方便开口说话，好好休息，按时上药即可。啊，谢谢啊医生。志毅，你醒了，怎么样感觉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你先不要说话，还不能说话，先在阿姨家好好养着，其他的事情我帮你解决。写字啊，来，给你。夫人，你帮了我太多，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了？志毅，阿姨以前呢也有一个女儿，如果还在世的话，就跟你差不多大。志毅，你愿意给我当干女儿，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。我哪里可以当夫人的女儿？我欠您太多了，我也可以照顾你，让我留在你身边照顾你，好吗？好，我不勉强你，你开心就好。休息吧。妈，妈怎么办呀？贺兰家的人一定要告你们杀人未遂。别哭了，听我说，我看见那个贺兰家的女人手里有一块玉佩，那花纹跟那个死丫头身上一直戴着的玉环一模一样。你是说李志毅天天挂脖子上那个破玩意儿？那个破玩意能救你爹吗？那个女人来咱们家的目的一定是寻找另一块玉佩的主人的。他来找李志毅，他们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刻意跟那个女人说志毅是我的亲生女儿，玉佩已经被我扯掉了，还在厕所里，你去拿，然后再去贺兰家找那个女人。过段时间我要陪夫人到国外出差，各院事务全权交由贝贝负责。是。志毅，你刚来就在前厅做事吧。哎，妈妈。大少爷。大少爷。前厅事务杂，母亲房里的规矩多，如果担心她经验不足的话，不如去掌管我那房。至少大少爷，你那房里都是我伺候的，我就够了。就是我会安排好的。都去做事吧。你一个新来的，你嚣张什么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他的眼睛和脾性都跟夫人好像，但夫人那么想念小小，应该已经验过了才是。来了。二少爷，哟，海妈妈真是什么好货都往大哥房里送。二少爷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啊。哟，上道啊，是找小哥你好了吗？播音主家事，看你还怎么在贺兰家待下去。
你们两个过来。二少爷房里的衣服好像干了，你们去把它收了。好热，其实。骚货，竟然敢勾引少爷！哎、大家伙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你从大少爷的床上醒来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是贺兰家的大姐，我真的会把东西拿来。少爷，什么？他在你？你说谁？他勾引的不是二少爷，是大少爷。是啊，刚才看见大少爷马上抱回房了。喂，妈，有件事我给你汇报一下。搞什么人呢？还想不想在贺兰家待了？脸搞花了，说不定贺兰亭那家伙也不放过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等夫人回来再收拾。夫人他会相信我吗？什么？下了药？那他现在怎么样？他在我房间，你放心，我会在公司睡一晚。海月，在，我要马上回国。夫人，最早的航班在明早，帮我联系私人飞机。是。知道我喜欢玩这个，不是。二少爷喜欢就好，那您答应过我。想看什么？走开，走开！家伙，你嘴上贴人家了！走开，走开！没事吧？也从没玩过懂自己的。啊！你也不行了吗？进来吧。妈，知意，知意，快把他抱回房间。妈，你不是在国外吗？跪下！妈，是我没有把持住，是那个下人勾引的我。你问妹妹。是啊，夫人，知意，他昨天晚上还勾引大少爷，他们都看到了，是吧？昨天知意是被人下了药，我早就告诉你。贺兰亭，不是我，不是，是啊，是妹妹下的药。二
我的哟，还敢狡辩？妈，因为夏雨，你要是不想我在宅子里玩，就在什么夏雨，是我的女儿。什么？李之意是夫人认的干女儿。十几年前，我把你从北境赎回来，看中的就是你能讨我欢心。我知道你生性悍蛮，但是你怎么敢动我的人？我错了吗？我错了吗？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错了。贺兰亭，过来。你记着，我可以把你赎回来，可以把你再送回去。海鱼。小弟，我不要，我不能违背心。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！夫人，夫人不关我的事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是贝贝姐，贝贝姐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是她让我们拿火机烫小姐的手。夫人，夫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看在我这么多年伺候大少爷的份上，原谅我吧，我不是故意。我知道二十年前我是怎么拿到贺兰家主理人身份的吧？我看看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你这舌头也可好，这个是我一直在这身边的护身符，拿好。我们这太贵重了，不能要。你拿着，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也可以。我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。对不起啊，这一次没保护好你。你放心，以后只要有我贺兰淑英在的一天，你就不会受一点委屈。孩子，能不能叫我一声妈妈？妈妈。如果她就是我的小小，该多好啊！别怕，妈妈还在这里享福，你不能付出代价。之意，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你，看到你没事实在是太好了。你不知道你经历的我也经历过。爸爸他从我七岁就开始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跟妈妈有暗示过，但妈妈只会凶我，我就再也不敢说了。你不知道这十几年我过得有多难受，但好在你把他们都送进去了。你别怕，以后都会好。蠢丫头，还是一样那么好骗。你呢？你在这里过得好不好？贺兰夫人对我挺好的。哦，哎，你之前都在她身上那个玉佩呢？弄丢了吗？差点丢了。还好，我回去拿东西的时候在厕所里找到。李小姐，行李收拾好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好。难怪我回去找没看见，原来真的被你抢先。但现在贺兰家的下人是不允许佩戴首饰，所以我把它先藏起来。哇，看来这丫头还不知道玉佩的用处，得想办法偷到才行。真羡慕你啊，妹妹，可以在这么好的宅子里面工作。我每天送餐真的好累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可不可以也在贺兰家工作？这个我做不了主，但是我帮你去问问贺兰夫人吧，也许可以。好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等我跟夫人相认，就没你什么事了，李之意。之意，这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。我的嗯，可是员工不都是要住员工宿舍的吗？我怎么能一个人住这么一大间？你都叫我妈妈了，我当然要把最好都留给你。还有啊，你的下人的工作呢，你也可以不做的。
我知道，你呢，想感激我，报答我，我不强求，你就安安心心住在这儿，好吗？夫人，那我能让姐姐也进贺兰家工作？你姐姐？李家人？他们那样对待你，你还惦记他们？我姐姐其实不是那样的，她跟我有一模一样的遭遇。我现在有了夫人名，可她什么都没了。而且她对我挺好的，她还关心我在贺兰家过得好不好。好，都听你的，但是以后不准再叫我夫人。妈。海月，知意的姐姐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像叫李香婉。好，问来无从。好的，夫人。夫人，我忙了。谁能想到这死瘸子是令江北黑白两道闻风丧胆的贺兰淑英啊！之前就听妹妹说过，夫人你待她很好，真是替她高兴。你的事情呢，知意都告诉我了，知意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放心啊，以后会保护你。谢谢谢谢夫人，您能让我留在贺兰家工作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那这样吧，以后你们两姐妹呢，就在大少爷。知意是大少爷房间的管事，你跟着他。这老女人有病吧？让我给这个贱丫头打字。员工都住在隔壁栋的宿舍，晚上十一点后宵禁，非守夜下人不得住。知意，我们可不可以一个宿舍呀？知意在宅子里有自己的。凭什么她当个下人都有这么好的条件？看来得快点拉到玉佩才行。知意，刚刚那个就是大少爷贺兰逸吗？好帅呀、啊！收起你的哈喇子吧，大少爷可是夫人收养的义子，是给自己还没找到的亲生女儿从小培养的未婚夫。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，上一个勾引主家少爷下场可惨。啊！你干嘛？疯了吧！我要去告诉海妈妈。告啊！我可是夫人特招进来的，你以为海妈妈管得了我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向晚干什么？我少多管闲事，这下人还真管起我。大少爷的衣服，好香啊！原来这就是大少爷的房间。你在干什么？啊，大少爷！滚出去！大少爷，你给我！干什么？没事，我不用担心。对不起，阿姨哥，这个是我姐姐向晚，她刚来贺家，不懂规矩，你别怪她。算了，以后不要让她进我房间。走，我带你处理一下。我自己可以的。你到底做了什么让大少爷那么生气啊？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，烦不烦？姐姐，你之前不是这样的。先拿到这死丫头的玉佩再说。知意，姐姐可能是来例假了，有点上火，你别怪我。那个，我这几天不方便，你能不能跟我换个房间住？你去宿舍住几天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我例假实习比别人都难受。好，但你一定要好好遵守贺兰家的规矩。好。知意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姐姐向晚这几天特殊情况，我想说让她住我房间，我去睡宿舍。知意啊，李向晚我不是很喜欢。她是有什么地方得罪您了吗？她这几天特殊情况，您别怪她。算了，
你别去宿舍睡了，我让海月再给你安排一间房间。许阿彤到底藏哪去了？在这儿。这个也是说什么目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以为你今天演的很好是吗？至于他单纯，我不想让他知道太多。但是我贺兰淑英什么样的女子？黑的、白的，总该听过几分吧？不说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到北京去。执意那边我就告诉你，你受不了我贺兰家的规矩。不要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爷爷，什么？我认识这个玉佩。你说什么？我有一个玉环，上面的花纹跟这个玉佩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小小，你是小小。你是说，这个玉佩你一直带着，东西还在吗？我不记得放到哪里去了。我小的时候发过一场高烧，六岁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。从那天开始，那个玉环就一直在我身边。陈晓当时就是六岁，一直发着烧。我爸妈被关进去以后，我去看过他们。他们说我是从山上被他们捡回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。小小，是我的小小，知道是我的女儿，是我亲生母亲，是我的女儿，妈妈，我的女儿。也真好看，喜欢啊。嗯，还是行。那我明天去逛街吧。可以啊，美。夫人不是说不喜欢他吗？哎，知音，你还记得吗？之前我跟你说，我找了很多年的女儿。像我。以后啊，你们都是我的女儿，还是亲姐妹。啊。之前你跟我换房间，无意间我发现了这个，一时好奇我就拿起来看了看，海妈妈还以为我是贼呢。不过也幸亏有这个误会，我和妈妈才能把真相聊开。可我们不是亲姐妹吗？哎，真呀，好了，痊愈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向晚呢是哪家人收养的，我跟他还有一个一模一样。先吃饭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啊，对。先吃饭，嗯，快坐。知意啊，下人是不可以上桌吃饭的哦，小心海妈妈罚你哦。是，我这就下去。妈，如果有一天我和知意起争执了，你会帮我还是帮他呀？你和知意都这么懂事，怎么会起争执？好好好，帮你，你跟他不一样，你是我的亲女儿啊！我开玩笑的，妈，我其实就是没有安全感，但是至于愿意留下来继续跟我当姐妹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我就知道我们家小小最乖最懂事了。妈妈之前认你当干女儿，不过是找个寄托罢了。贺兰家不能有两个女儿，对吧？妈妈她，她是我妈妈。夫人对我有恩，我只是想留在这儿报答她。报恩？你除了会给妈妈添麻烦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我之前听说你被人下药了，是妈妈救了你，对吗？妈妈当时啊，已经落地墨尔本了，她放弃了十个亿的项目，跑回来救你。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吧？是吗？当然，妈妈说了，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她以后呀只会站在我这边。你
不过是我的替代品罢了。我要是你呀，我就自己偷偷的走，这样对大家都体面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不仅要你滚出贺兰家，还要你尝尝我父母坐牢的滋味。海月，你看向晚对之意，他们两个像不像亲姐妹？夫人，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，我不想再拖累您了，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站住！箱子里面是什么？萧青楼为什么还要出门？箱子里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我要离开贺兰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少爷房里丢了一块表，500万的表。你怎么就这么巧，在你丢东西的时候就要走？又不是我拿的，我这都是自己的东西。你说没拿就没拿，你说。你放开，你不能说，这是犯法的。干什么？大晚上的，吵吵闹闹。大小姐有什么吩咐吗？啊，一哥哥让我给他拿块表下去。啊，好的。哎呀，你刚刚擦了水表柜吗？擦了呀。怎么有这么大个划痕啊？这个手表价值几百万吧，换个表镜的话怎么也得几十万吧。这样吧，我把修表镜的人推给你。大小姐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啊？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大小姐。其实呢，也可以不关你的事。夫人，大少爷房里丢了一块表，是您去年在巴菲特拍卖会上花了500万送给大少爷的那块。那你们也不能搜身啊，你们怎么就知道表在知意身上呢？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偏偏在丢东西的时候要连夜走，他肯定就是做贼心虚。而且苏生和翟姐里里外外，我们都说过了。丢下人也都松声了，就只有他了。对啊，我们还要做大小姐的声吗？夫人，我没有偷。妈妈，没关系，可以搜我身的，搜完以后就知道表在谁的身上了。那你大晚上的拿着行李干什么？说不出来的话，就把你的行李打开。夫人，我问心无愧。找到了，就是他偷的。不是，我没有，这不是我偷的，这肯定是有人放在我行李箱的。妹妹，妈妈平时对你照顾有加，阿姨哥哥也待你不薄，你有什么难处你可以直接说呀，干什么要偷东西呢？我没有偷，我真的没有偷。废什么话，赶紧报警。我偷的，我没有。住手。母亲，我相信旨意，不是他偷。阿姨哥哥，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而且他大晚上的拿着行李就要往外走，也不说是什么原因。母亲，这是旨意留下的。旨意离开是觉得自己在贺兰家有负担，我猜一定是有人跟他说了什么。那也不妨碍他走之前要拿走之前的东西啊。知意还留下了这个，这是母亲送给知意的。如果知意真是个贪财的人的话，那他为什么不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啊？母亲，我猜这件事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今天我的表能碰到他，说明一定是我房里干活的人吧。我干活，我没拿东西啊！我在贺兰家8年了，我要拿，我早拿了呀。这表上的划痕，我早上打开表柜的时候没见过的，是不是你弄坏了我的表？他怕担责，所以才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。对不起，大少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来人，报警！不要啊，夫人，小姐，小姐，是你出的主意啊！我
不说什么呢？你是过来告诉我说你弄坏了阿姨哥哥的手表，但是我是让你悄悄拿去自己修啊，我还给你推了修表的人呢，你怎么把脏水往我身上泼呀？我去死！别废话，把他送去警察局。不要，小姐，你救我！你不要这样过河拆桥啊！这夜是我错怪你了。夫人，你怀疑我也是应该的。是我的错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。既然在我面前这么挽留这个死丫头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期待你们反目成仇的那一天。你找我？妈妈有意留下你，看来还是很信任你的，对吗？或许是吧。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20年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亲妹妹了。只要我们合作，整个贺兰家都是我们的。你说什么？贺兰说一那个死瘸子肯定会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我。我也想你过得好吧。只要他死了，我们就可以共享荣华富贵了，不是吗？李向晚，夫人对我那么好，你居然想害他？我们和他才认识多久啊？感情是什么很可靠的东西吗？当然是要把钱和权都拿在手里了。无耻！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李向晚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我想。海月，哎，快点，跟我叫张医生。啊，我好害怕，他想杀了我，他想杀了我。为什么？我不太明白。金玉，不叫呀。该死！原来这玉佩一直找不到，是他随身带在身上了。妈，知音就是因为这个玉佩，所以才和我吵起来的。我昨天在老房子里面找到了这个玉佩，我告诉他这个玉佩就是我和妈妈相认的证据。但是知音知道了以后，他非说这个玉佩就是他的，他还要抢，他还把我从楼上推下来。妈，他还说要我跟他合作。我的家产，我好害怕呀，妈妈！妈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要这样对他？那是他想害你，他想谋夺你的家产。住嘴！你还敢狡辩？你对我心存歹心也就算了。一起生活了10几年，就算你们不是亲姐妹，你也没有必要如此心肠歹毒吧？夫人，你不信我？信你？是我看错你了。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开始，你所有的善良、天真，全部都是伪装的，真让我觉得恶心，真后悔。明明是他在骗你，明明是他想害你。知叶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侮辱我？给我跪下！你小小胆子，我又没有犯错，夫人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？是我的女儿，我的东西就是她的东西。你告诉我，她害我有什么意义？给我跪下，道歉。我不跪。这妈，我只是想要一个道歉。道歉。我没错，为什么要我跪？果然，贺兰淑英就是心狠手辣，
要是让他知道他如此折磨的人是他亲女儿，会如何？好了好了，松手！只要你肯认错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妈，那个夫人，这儿我也不稀罕。好啊，把他的东西全部整理干净，给我扔出贺兰家，整个江北城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妈，妈你胡，住嘴！你再多说一句，就跟他一起滚。你把我当灯笼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你。你放心，以后只要有我贺兰淑英在的一天，你就不会受一点委屈。夫人，很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的照顾，我很遗憾你说你后悔认识我，可是我真的很庆幸能够遇见你，我还以为我差点就得到了。啊，妈，我头好痛。啊，好，我送你回房间。嗯。十一，阿姨，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这老太婆居然只是赶走了他而不报警，看来再天才能把他送进去。大少爷，海妈妈，这是倩婉和知意的毛发样本，我希望你能替夫人去做一个 DNA 检测。这是母亲的意思？不是，我不相信林向晚的话罢了，而且我也不信知意会是他口中说的那样的人。海妈妈，连你都不愿意相信，可是母亲呢？夫人她等了小小二十年，她只是惊动人黑罢了。大小姐，确认过了，夫人和大少爷半个小时之后就回来。等等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夫人说你有前科，不太放心，特意让我来监督一下，看看你有没有带走贺兰家的东西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偷任何东西。偷没偷的，搜一搜不就知道。滚开！滚开！你没有资格动我东西，就算夫人来了也没有这个权利。既然你不让搜的话，去把他的包划破，把东西倒出来。滚开！滚开！放手！就你这自尊心和暴脾气，谁让你杀了人？就能把你送进去。动手啊，我的好妹妹。够了吗？不行，不能让他这么走出贺兰家。李知意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还给我！去把东西拿过来。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，我的好妹妹。什么真相？你这个玉环呀，和夫人身上的玉佩是一对，你不知道吧？什么？其实呀，你才是李家从树林里面捡回来的那个人，你才是贺兰淑英等十八年的亲生女儿。想想，可是贺兰淑英那个蠢货，她只认这个玉环，不认人。你说，
我才是夫人的亲生女儿。是啊，怎么，你想告诉她真相是吗？可是她已经不相信你了哦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既然你这么想要的话，好啊，那你就自己进去捞吧。蠢货，东西在这儿呢。但是这个玉环对我来说已经物尽其用喽。怎么，生气了是吗？那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？对，就是啊，好妹子。住手！李志毅，妈，他弄坏了我的玉佩，他还想杀了我。妈妈，不是，那个玉佩是我的。李诗意，我是对你太仁慈了吧？你一次一次的想伤害我的女儿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我才是你的女儿，她是骗你的。我可以把你送进去，也可以把你送进去。要报警。把自己亲生女儿送进牢房，好戏啊！这是你们母女俩欠我的。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李七，你看，李知义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李向晚他一直在骗你。不是的，妈妈，我没有骗你，是他们在骗你。放开他。妈，这检测报告在这儿，你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妈，我这两天才恢复了记忆。我们之前一起被拐卖到张家村，我被丢进了猪圈里，是你带我逃跑的呀，妈。啊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因为我就是小小阿海，妈妈，我们小时候见过的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你和一哥哥为什么一直帮着他。妈，你相信我，我才是小小。妈，这个检测报告，那份报告是假的，那报告是假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就任凭你和李志毅欺骗母亲。母亲，大哥买通了王院长，伪造了报告，这份才是真的。谁呀？徐彤，不然我掐死你！你不是？别送了，送。当大小姐的伺候如何？你胡说什么？李杰女主，她拿着你的女职务谋反，去了贺兰家的私人医院做 DNA， 你不知道吧？好久以前，那个医生说的，李知义就是贺兰淑英的亲生女儿。装什么装？你要是想揭发我的话，你大可以直接告诉贺兰淑，
所以你想要什么？挺聪明啊，小姐。我可以帮你搞定 DNA 样本，也可以告诉你贺兰输赢逃跑的细节，帮你狸猫换太子，更得要贺兰一下水。走，少波，一言为定。你撒谎，你无恶不作，处心积虑，现在跑回来想继续害母亲。母亲，我是好色，我也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李知义和贺兰玉谋合起来，图谋你的家产，欺负你。有好多事儿都是大哥所属办的，我替他背了好久的锅啊，母亲。不是他，是我跟你哥哥以前都没有联系，我是6岁那年突然犯了高烧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但是那个玉佩真的是一直就在我这儿，不是，你相信我啊，夫人。妈，我才是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我是小小王妈妈。夫人，你相信我。夫人，刚刚我们的人在医院逼供了王院长，他说快说，大少爷给了他500万弄了份假报告。绝对不可能。妈，他们在诬陷我。母亲，是啊，夫人，大少爷他怎么会？够了，耶，果然没有想到你会联合一个外人来骗我。我没有。想要我的家产是吗？嗯，啊！从今天开始，贺兰姨不再是我贺兰家族的人，而他我赶出江北城。滚开！抱歉啊，妈妈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海妈妈，你帮我也倒一杯呗。大小姐，海妈妈她一向只伺候夫人的。无妨，去吧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呀、啊？我的心情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小姐。海妈妈，我这鞋娇贵的很，你不如挪挪吗？海妈妈，我这鞋娇贵的很，你不如舔干净呢。小小，开玩笑的了嘛，我们吃饭吧。敢查我，迟早赶出去。海月，很奇怪，明明向晚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可是我总觉得她没有之意让我有亲切感呢。夫人，有些眼见为实的东西，可能是有些人故意想让你看到的。您可以试试看那些不让你看的。我先下去了。吓死我了。你准备什么新玩具？哟，别习惯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母亲说让我跟涂山家的长子结婚，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。结婚？结婚好，已婚妇女更自信。你有些眼见为实的东西，可能是有些人故意想让你看到的。您可以试试看那些不让你看到的。不让我看到的。
想甩了我，没门！你这一辈子都会受这掌中之重，否则你别想做你的大小姐。我警告你，我能把死瘸子扔给你，我就能把你这个假货弄走。DNA 报告是你的下线，是你陷害了你。我要是出事了，你也别想跑。你呢，我的大小姐？要不是我们逃跑的幸运，还会觉得你是小小狼。你的亲生。你想鱼死网破？好啊，我跟你同归于尽，我最多被反为母亲，而你以贺兰淑英那个死人的脾气，你会死得有多惨？谁？怎么办呀？他都听到了。杀了他！你疯了！那不然怎么办？一旦他走出这个房间，我俩都完蛋。那只要他不走出这间房间就行了。只要让他在继承书上一下手印，拿去司法部认证，我有的是药，不用杀他。到时候他变傻变蠢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水到渠成。好了，今天把大家召集在此，是想宣布一件事。母亲昨晚突然病重，一直卧床不起，我请了私人医生诊断，似乎是一种传染病。怎么可能？昨晚我离开前，夫人明明还好好的。啊？那说不定传染源就是你啊，海妈妈！你胡说！来人，快，快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放开我，我没病！放开我！在撒谎！看见了，以后谁要是敢违抗命令，滚出贺兰！起床了，嗯，吃早饭。嗯，有家小酒馆要我，那家大酒店都因为贺兰家不要我。我这边也收到 offer 了，应该很快也可以赚钱了。真的吗？嗯。夫人，去救夫人啊！海妈妈。这还紧张，乖，该喝药了，我亲爱的好妈妈。你这个心肠毒辣的女人，你就应该跟你的父母一样，都去坐牢。闭嘴！少爷，你已经被逐出家门了，我们不能放你进来。夫人现在有危险，我必须进去。我来对付他们，你们先走。闭嘴！要不是你和你的宝贝女儿，我爸妈根本不可能被关进去，这都是你们欠我的。那是因为你的父母都罪有应得。好，你让你女儿下跪磕头的模样，你还记得吗？打她，你骂她。把他赶出去，这些可都是你的手笔呀，贺兰夫人。对不起，小姐，真的对不起。乖乖，喝了这碗药。你就老老实实的做一个老年痴呆的蠢女人吧。住手就行了。滚开，不然我杀了他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你跑不掉的。好啊，那是警察先抓我还是我先杀了他？
打死我！快跑！啊！姐姐！小小乖，小小不怕。小小在，小小在这儿。小小，我的小小。他真的不能再好了吗？如果当时夫人被逼喝下毒药后能及时洗胃，其实没什么大事的。可是，没事的，会好的。结婚，结婚，结婚。